好吃吗？好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个字都看不懂。OK。哎，我们拍个团体照吧。团体照，团体照，阿斯玛的。阿斯玛，黑哥来团体。哎，团体照，团体照。对，后面这个。哎，来。团体照，来。好，转过来看这边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再一个三二一，好，我们要个人照的，都照了哈。好，来，慢两个来，好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好，来下一个，三二一，好 ，OK， 来三。二一，好，好，拍好了，我来站，好来，停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快没电了，你的是。好，来走咯，来超级假期往这边，来走咯走咯，这边走咯走咯，来往这边走，往前走。是吗？往这边出口。这边前面，前面小北那边。
看到那个刘姐姐怎么样？有没有那个少女那个情怀出来了啊？啊，这些好像比较成熟，真的说真话。对，本来你们少的也是本来没有对那个。那啄木鸟哎，太多小鸟不敢过。小姑姑，这么漂亮哎。对呀。好，往前走，来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不是 Apple 的，谢谢，往前走。对啊，这最重要，最重要，儿孙又围绕在你身边，恨不得。所以嘉龙，你总算知道为什么怎么拼命，每天最少都要一万步。我们的总算知道了，一直都知道。哦，你真的吗？哦，你一直都知道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一万步是很重要。哦，我是说我啦，我一直追求一万步，哎，我追求一万步。像你这个年纪嘛，我们差不多十岁嘛。我像你这个年纪哦，哇，那体能超好。可是我到七六十以后哦，没一点就可以。一定要睡，一定要眯一下。